中华职棒上个星期出现了难得一见的三杀打，让老将张泰山职棒生涯纪录又添一笔。不过最佳好球却不是这个三杀守备，到底是谁的美技抢走了最佳好球？一起来看。那蓝少白的打击，这球也是受到挤压，哎呦，林威柱。人帅，做什么动作都帅啊！林威柱在外野草地上阵，灵巧的一跳，让全场6000多位象迷也疯狂。这球打击出去哦，哇，打得蛮深远的，不过最后是进到了手套。就算换个人站左外野，一样可以上演美技守备。陈子豪在全垒打墙前接杀这一球，还回头看一下，不知道看板的演唱会票卖完了没有。那这一球打到了中外野方向，考验一下林望卫，我最后用一个滑垒的方式把它给接杀掉。优雅的滑行在外野草坪上，林望卫轻松协议的制造第三个出局数，哎呦，怎么可以这么有气质啊！这个球拉回来很强劲，但是一垒手扑到，他可以满脸的无奈，这样你也接得到。陈俊秀今年固定正手一垒 ，nice play 已经不是第一次上榜，攻守俱佳的他给了投手最大的后盾。这个球打成了内野的滚地球，二手接到之后行进间传球，哇 ，nice play。另一位经常上榜的林威廷在二垒后方弯着腰反手拦住球，行进间还可以扭腰转身把球传往一垒，这样行云流水的动作对他来说只是家常便饭。王胜伟表示，扭腰传球我也略懂哦。我这一球打到了三垒侧路边。五届游击金手套得主王胜伟今年球技连三垒都要顾，不过身手同样了得，掐爆兵的滚地球站在界外区稳稳传向一垒，解决打者出局。这边玉德龙打第一个球，三垒手接到之后对角线传一垒，没有问题，解决了。Nice play， 一出局。上个星期重回一军的绿色坦克，不止打击状况火热，他 corner 的防守也很出色，在攻防两端为球队做出贡献。这个球。雷手扑下来，脸上总是挂着笑容的郭彦文，连在泥泞中扑下这球也是笑眯眯。不止球迷喜欢他，队友更是爱死他。打第一个球，结果单手接到做自己踩垒包，往二垒传，再往一垒，哇哦 ，Triple Play。一次死三个是最有效率的守备，中职26年来的第三次三杀打，正好出自纪录王张泰山，让他辉煌的职棒生涯再添一笔。这个球打得扎实，陈友廷扑得更漂亮，爬起来传过来 ，nice play， 快速横移飞身扑球，陈友廷用五星级的守备打败了难得一见的三杀打，荣登本周最佳美技。